弟子在组织念佛时，只要有人请，无论王者是否学佛，我们都去。有时一天中啊，会有三个人同时往生，我们无法全部安排助念，啊，更不能保证呢品质。如何让助念做得圆满？请老法师开始。助念圆满靠自己修行。啊，所以自己对于净宗的经教要了解，啊，理要懂，事要明了，啊，方法也要知道，你对于王者才能帮助。那念佛团啊，这个同修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了解。啊，真正帮助念佛人，自己一定有个念佛堂，啊，经常自己在一起念佛。有人来找的时候，你帮助他，才真帮得上忙。否则的话，只有形式，实质上就很难说了。就像你所讲的，这品质就不是挺理想的了。啊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还是自己真正修行。才能帮上别人忙。啊，那么是这个往生的人，如果自己真正念佛求往生，他也帮了助念这些人的忙。为什么呢？他会现出自自然然现出这个瑞相，让念助念的人的时候增长信心。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凡事都是互助的。